场的反响这么大，而且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们都沉浸在了这首歌里面。当时我们的原唱是在远方，比如说他在打工的时候听到了他奶奶生病的消息，动身跋涉千里来到了他奶奶住的地方，但是他奶奶已经去世了，然后走到他小时候跟奶奶一起住的那个村庄，走过那条路的时候，他仿佛就在想奶奶还在身边。所以说有了这首歌，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，这样的一句歌词，其实大家回去去了解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，然后闭上眼睛再去听这首歌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但是我想说今天庞城唱的是特别特别的棒。哎，我有一个邀请，我有一个邀请。什么邀请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娱乐迷华里的环节，好不容易逮到他一次，一定要让他留在这个舞台上，对不对？